啊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快乐爱心伙伴带这首《闽江夜曲》。听了这首歌曲呢，我就觉得有一点思乡的感觉，那也非常的抒情，让我们情深深、意浓浓。希望呢，我们能够带给他今天的快乐。哎，我们常说人生都会有变数，从头到尾呢都变。孙悟空七十二变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快乐义工队呢带这首趣味魔术表演，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，能够产生人生的变数是在哪里。我刚刚跌倒游戏跌奥表，这一个就是魔术表演的演出。我们欢迎快乐伙伴的演出，趣味魔术表演。
别讲红茶，没，我看看，哦，多少零？谢谢。再出力，上力，哎小，哎小，哦。
呀、啊，啊啊，人生不止自由。老三不行累了，来，吹一个。那手你平平出来，你干嘛？我刚刚打你哦。好，最后有一，你猜猜看，这个会有什么？你猜，猜还有没有？里面还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有，还有东西。因为我是谁？因为我是谁？是主任。好厉害，大家拍手拍手。
他厉害，我们就要下台一鞠躬了。好啦，好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